不怕不怕，忽高下高，水之源急涌而上，喷了，银箭叠叠乐不休，飞高高，谁能梅开二度突破重围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古墓奇兵，我是小公兵。大家好，我是仲哥。队长，你玩过保龄球吗？当然是玩过啊，玩过一两次而已。但是我比较厉害的还是在撞球，我喜欢一杆进洞的感觉。我就你有玩过吗？我有，我还很会玩、欸、哦，是是是是。对啊，听说最近都死出来是不是？对啊、哦、但是我的话题出来了。对对，阿弥陀佛，施主请你放过我们好吗？所以我这次就要来找代打上阵咯。代打，嗯，好啦，林香够，你都会够，嘿嘿嘿。对啊，那就来看看代打挖的化石是不是会比较好，就知道啦。嗯，好好好好，嗯。我挖到的是水资源化石。台湾近年陆续遭遇呢缺水危机，因此每逢台湾的四月枯水期开始，水资源概念股就蠢蠢欲动，股价在近一周内呢也是明显的上涨哦。因为发展 AI 半导体也是需要耗费巨量的水资源，水资源的调度就变得重中之重。随着全台水资源的开发需求在升高，因此呢水利署也正在推行珍珠串计划，渴望透过水利管道呢打破供水瓶颈，所以水资源这一波可说势头来得超旺的哦。关于水资源概念呢，刚刚小公兵聊到很重要一点，就是台电先进制程厂越盖越多，加上发展生成式 AI 非常的耗水跟耗电，所以缺水跟缺电一直是各家大厂非常关心的议题。但是仲哥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小公兵忘记 follow 最重要一条，就是气象局说这个礼拜全台大豪雨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这水资源概念是纷纷的呈现一个重挫。那事实上水资源概念就只是一个短线上的题材而已，缺水就大涨，下大雨股价就开始往下回撤。所以仲哥这边建议大家，如果你要操作水资源概念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先看看上面的星星跟月亮会怎么走，观察星象。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，记得沾沾你的口水测风向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队长，你要跟我学学观察天象了吗？哇，你真的是自我感觉太良好了。你没有发现我是在反讽这个水资源吗？代打，不过也就这样而已嘛。哎呀，谁让我实在是没有步数了。你知道我可是遇到了洗澡还滴水不沾的猫国耶、欸、我去那边挖的化石。哦，好厉害、哦、你知道我是替台湾跟他们要一点水资源，不然我们该怎么办？好啦，你这样忧国忧民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了，希望你下一个会更好。谢谢队长，那就来看看我重磅出击的化石吧。我挖到的化石是资产银建化石。近期房市火热，银建股不若人后，资金簇拥之下呢，都更议题从四营三大地震后渐渐受到重视。加上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日前宣示北市进入呢大都更时代，带动银建族群营运的想象，房市转热助攻下呢，建案持续在推动，均有助于后市的营运发展。今年银建类股也有望报佳音哦。是的，没错，这个资产银建最近非常夯，因为呢紧缩循环近尾声，政府又推出这新青年安心成家房贷，虽然不断的推升房价往上创新高、嗯、那么从信义房屋房价指数来看的话，今年的一月呢大概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8% 左右。那这全台来看的话，新竹涨最多，再就是桃园跟台中。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的话，除非呢中共呢这飞弹打过来，不然台湾的房价应该是真的不太会降了。所以如果你有自住需求的话，这边就建议你噔噔也要把它买下去。那据说央行近期也升息半码，这边政府也宣示说新青安房贷呢会全额吸收，所以这边其实对这个房贷主要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。但是今天的这个银建类股的股价确实有点爆量反转的味道，所以仲哥建议大家不要去追价，你利用量缩震荡拉回没有破跌的 timing 点去做切入。所以这里如果你买不起房的话，小资族买不起房，那也可以当银建股的小股东。我就是小资族，我要跑去当银建股的小股东了。我实在是觉得我这一次的化石用尽吃奶的力气、嗯、我真是太棒了。难怪会这么弱。哦，但是我的运气还有人脉还是实力啊，这好不容易挖到化石，但队长的化石当然更香啊，我就不提我的化石了。没错，我今天化石也是用尽我吃奶的力气把它挖出来的。
我今天挖到的化石是 AI server。那其实 AI server 我们过去已经跟大家聊过非常多次，当美债殖率来到 5% 的时候，对科技股的评价压力呢会比较大，所以这股科技股的修正风呢已经吹到了美股。我们可以看到 Nvidia 下跌 10%， 美超微重挫 20%， 所以连带台股今天 AI server 是纷纷呈现重挫。但是如果你有印象的话，我已经提醒非常多次，在2月19号的时候我提醒AI 跑得慢的请你记得要关灯。还有同一天古墓奇兵这第68集的时候，钟哥提醒我们已经在获利调节 AI 了，我们重点是在一些防御性个股或是隐形的产业冠军。在2月26产业周报，钟哥还特别提醒大家，老 AI 的涨势呢会集中在下半年，因为下半年才是大量出货的一个 timing 点。所以短期上呢 AI server 这边跌下来之后，其实钟哥这边就是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，帮大家避开这段风险。那现在你要去留意的是要开始抢短了。哦，确定吗？我 AI 现在看，我觉得 Q2 电子股还是挺不妙的诶。队长，你不要再尝试了，拿出真正的实力吧。听到小空兵这样讲，我就放心了。大家尽管放心来抢 AI 吧。你可以看到前面一直死踹，现在 AI 会不会也是一个反指标呢？不可能啦。来看看我今天月光宝盒吧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月光宝盒呢是新 AI 概念。那其实呢这波台股下跌过程中 AI server 是跌了稀里哗啦，但是唯独这一档个股呢股价是非常抗跌，不管是外资投信还是特定的通通都留在场内。好了，钟哥不能透露更多，因为再透露下去钟哥就露底牌了。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赶紧加入队长的群组吧，队长 Telegram FLY1728， 赶快加起来挖宝去。喜欢我们的影片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加留言。古墓奇兵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现在人在善导寺，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。哎，同学你现在耳机里听什么歌啊？我在听这个哦，订阅理财周刊频道。我也很喜欢这个耶，太有 sense 了吧。拜拜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跟我一起轻松理财。